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2018年2月25日，莲生法王卢盛彦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传授龙树菩萨本尊法的精彩传法开示。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掉了钱，你也不要悲伤，反正你不用给别人家用。为什么好悲伤呢？反正人家捡到的人会去用啊，它有价值啊，不是你用就是别人用啊。你丢了钱，那别人捡到了，别人哪去用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别人用跟你用有什么关系呢？你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自在，妙云自在王佛啊，就是华光自在佛啊，这是耶稣讲的佛法，跟我们龙树菩萨讲的佛法是一样的。我们全部都是缘起，我们全部将来都要归于空性，不要以为师尊带的东西呀、啊，哇，师尊带红宝石哎，这上面还有刻着师尊的名字盛宴，里面还有这个英文名字啊，生烟路，这个很贵的红宝石，这个是香港啊莲心上师。莲心在哪里啊？香港莲心上师去打造给我的，师尊这边又有一个红宝石，29克拉，很大颗的红宝石，这是谁送的啊？阿拉伯大公国利野金集团啊，请他站起来。昆音师姐送的，师尊为什么要带啊？因为如果不带，这个莲心上师会不爽，昆音师姐也会不爽，对不对？那只好带给他们看，有时候轮流带，因为有些人送我东西我没有带，他会看着师尊你为什么没有带，是为了带给别人爽，不是我爽啊，我是把它看成没有东西呀、啊。啊，这个台呢是我的翻译韩妮瓦师姐她去打造的，所以昆音送的是红宝石，韩妮瓦打造这个台，她拿这个29克拉的红宝石到了这个银楼去打造这个台的时候啊，她跟我那个银楼的老板跟我讲，这个红宝石是真的，真的，他如果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完全是透明的红宝石29克拉的，一亿呀、啊，几亿个，1亿台币呀、啊，告诉大家，所有的红宝石都是有瑕疵的。而且都快要断裂啊，有点要断掉的，有点要断掉，但是我戴起来没有人看到我这个红宝石是有瑕疵，也快要断裂他们也看不到，反正你想一亿就是一亿啊，自己心里欢喜就好，自己欢喜
别人也欢喜，大家一起欢喜，大家都自在。这就是中观的精神。其实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假的，没有真实的，但是又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告诉大家，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你认为这个花很漂亮，你给它摘下来啊，这个送给你的 girlfriend， 这花代表我的心， girlfriend 欢喜，你知道很惨的啦，你一踩一踩这一朵玫瑰，一踩他已经在喊痛，痛死我了。植物是有生命的，你不要以为你吃斋啊，你吃斋你就是没有杀生，你吃啊，你把一个这个萝卜啊从坑里面给它拉上来，它的埃及先哎呀我死啊，啊你吃斋啊，都是有生命的。当你把菠菜这样子拉起来，它会喊哎呀我死啊。当你砍掉一个树枝，我要烧柴砍掉一个树枝，那个树枝会痛啊，哎呀手被断了。你砍它的根，它的脚就断了。我还告诉你哦，你不要以为这些石头没有生命，任何一个矿物质全部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有磁场的。啊，我最近看到那个台湾的电视广告在做大理石，有没有大理石啊，他把那个砍成一半啊，把它砍成一半，用电锯啊用什么东西把它砍成一半。告诉你，你如果懂得科学的，你来测验那么大块的磁场在旋转，砍成一半它就消失了一半，秤成小的在旋转。任何一个宝石，任何一个金属，任何一个金银铜铁锡钨铍，全部通通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磁场，不是墙就是肉而已。那现在很多人在戴这个有磁场的手环，磁场的戒指，磁场的东西，补助你自己本身的命运。有人这样子做，有人这样子做，有道理吗？有，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力量看它的大跟小，还有很多都是假的，这个全部都是缘起啊。所以我们讲六道轮回不对，应该是八道轮回。八道轮回据我所知道的，包括了矿物，包括了植物，八道轮回才是正确的。人们的眼光只是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矿物植物八道轮回。你真正用仪器来测，以前最早的日本的桥本健他就用仪器来测植物，现在的科学更发达，
可以用仪器来测矿物。我讲的八道轮回，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是八道轮回，矿物跟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各位观众，现代人忙忙碌碌，如何静下心来？请您不妨参考阅读这两本书，《你的心我来安》还有《虚空无变异》。这两本书都是莲生活佛最新的心灵巨作，详情请搜寻真佛波叶藏。告诉大家，所有一切都是非真，所有一切也是非假。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观说，一切诸法皆是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中论里面有提到缘生因缘法，善名为空性，依缘而起名，缘起为中道。结论是，若有菩提萨埵菩萨能够了悟无生无灭，缘起因缘，比如无云烈日除暗斑，摧毁尘后无明得佛果。我们众生啊，我们天下目前的众生就是佛在这个境界里面。什么境界啊？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不是假的就是真的。告诉你，不是真的，但也不是假的，只是因为缘起。你缘灭的时候啊，一切都归于空性。你有修行，你缘灭的时候啊，你就复合到空性里面，你就成为大能，就是永恒，就是无限的力量，你就是龙树菩萨、马明菩萨，你也是上主。你与上主合一，你就是上主，你就是至上意识，你就是本尊，你就是佛。只要你领悟了、开悟了，你把自己人间的善恶缘全部通通都停止了，善恶业全部通通都消除了，你就成就了。我常常讲一句话，师尊，我问你，月球上有没有人啊？看看有谁看我。没有人看我，然后问师母好了，月球上有没有人啊？师母讲月球上没有人，因为到目前的科学来讲起来，侦查整个月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月球根本就没有人。现在问大家，月球，如果你在月球，月球什么叫做善恶？请问月球有善恶吗？哎，怎么没有人回答？哦，没有。OK， 月球没有善恶。我再问你，
月球有什么是竖的，什么是分的吗？也没有。我再问你，月球有佛法吗？刚刚喊那么大声的是谁？他也是讲没有啊，是不是？月球也一样没有佛法。你真正研究到最深的境界，佛法只是渡人舟啊。金刚经里面讲得好，法因上师，何况非法。佛法都应该舍弃，你真正成就了，领悟了真正的佛性，领悟了空性，你身上的善恶解除了，善恶业都没有了，你就是永恒。那在那一个境界里面，我们现在修所谓释迦行、上师相应、本尊啊，然后修无漏、修着火、修明点、修光明、修红光化身、修无上密、修红光化身，等你修成红光化身的时候啊，寄身成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修释迦行了，也不用再修本尊了，也不用再修无漏了，也不用再修着火了，也不用再修明点，也不用再修出光明了，因为你本身就是光明。告诉大家，一切因缘生哦，我们的心灵也会产生东西哦，我们的心灵也会产生东西哦。就像我们看到酸梅、梅子啊，啊，就得自己的老卵，看到酸梅就会老卵。哇，酸梅，看到哇这些梅子，你口水就流出来了。因为它酸，哎，外省的吃甘嘛，讲酸。外省人吃橘子，外省的吃甘嘛，讲酸呢，就是酸。你看到酸梅，你口水会流出来，就是心灵上的作用。佛法就是心灵上的一种作用。你观想的时候啊，你的观想就清净；你持咒的时候啊，你的口就清净；你解手印的时候啊，你身体就清净。密教就是用这种三种清净的方法去修到你本身的善言跟恶言全部清净。等你全部清净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转化。你转化的时候，你转化成宇宙之间的光明。密教有寄身成就，你可以连你的身体都成就，也可以寄身成就，又可以中阴成就。你变成灵魂呢，再融合到本尊里面，文武本尊里面，你得到成就了，这个叫做中阴成就。这就是伟大的成就法啊。各位观众，现代人忙忙碌碌，如何静下心来？请您不妨参考阅读这两本书，《你的心我来安》还有《虚空无变异》，这两本书都是莲生活佛最新的心灵巨作，详情请搜寻真佛波叶藏。
你的问男的啊，这个脑问题呢，你妈妈跟我一起同时漏水，你先会救谁？男的讲，当然是先救你呢。女的说，哇，好感动哦，可是你为什么会先救我呢？男的讲，因为救了你以后啊，水位就会下降，我妈妈就得救了。这是比量，告诉大家，这是佛法里面的比量。原来女的实在太胖了。有一天，老公突然间悔悟，跟老婆说：“从今以后不再喝酒。”便写了一个日记给老婆，上面写着：“酒是我的仇人，老婆是我的命，以示悔改。”老婆看了很高兴，随口就问他：“那以后碰到仇人怎么办呢？”老公不加思索地说：“遇到仇人连命也不要，当然是跟仇人拼了。”这是怎么样？这也是比量，这个也是比量。哎，台中一个男人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去旅游，一下车就来个深呼吸，空气太新鲜了，质量太好了，不料身体一下子承受不了这种干净的环境，当场就在这个氧气中中毒昏了过去。救护车及时赶到，问病人从哪里来，病人讲说是从台中来，救护人员赶快将氧气筒的拔管软管拔下，接上了汽车的排气管，让他吸了几口，他慢慢醒了，轻轻地说：“这才是有家乡的味道。”告诉你，这个就叫做环保，环境环保。台中的空气很糟糕的，我回到西雅图，空气那么好，一定是不适应的，所以还是常住台湾。讲我大家欢喜的，这个也是比较，也是因缘所生。台中以前的空气很好的，为什么现在不好呢？火力发电厂，因缘所生法。这个也是比较，中华电信统计不同对象的对话，平均每通电话的平均时间，男的跟男的讲话只有59秒，男的跟妈妈讲话只有50秒，男的跟爸爸讲话只有30秒，男的跟女生讲话1小时又23分钟又59秒，女的跟你的讲话5小时29分钟59秒，老公跟老婆讲话3秒，老婆跟老公讲话啊，打电话有14通，他都没有接。这个就是比量。下个礼拜要过年了，我早上去银行领钱，哇，人山人海，排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我讲我要领20万，银行员说没有那么多，那我就讲说那我领10万好了。
这个银行员说也没有那么多，我当场就发火了，就算今天领钱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大间的银行连十万块都没有吗？想不到银行员也火大的喊，不是银行没有钱，是你的账户没有那么多。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修行，你银行里面没有很好的存款，没有修法，没有修行，你不能。虽然有了证悟，今天听了有些证悟，有些悟境，但是呢，这些业障还是在的。你的银行没有那么多的资粮，没有那么多的往生资粮。我们今天在修行，就是要修往生的资粮。Om Mani Padme Hum。在开示结束之后，莲生法王为远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法会的各国弟子们赐受了珍贵的龙树菩萨本尊法以及中观论灌顶。Thank you.